우리나라 말에서도 한겨울, 한여름, 한밤중에 한은 강조를 나타내는데요. 계절이나 시간, 절기, 명절 앞에 강조의 의미로 쓰이는 따가 있습니다. 따冬天, 한겨울, 따夏天, 한여름, 따热天, 몹시 더운 한여름날, 따白天, 대낮, 이따早, 새벽같이, 따半夜, 한밤중, 따晚上, 늦은 저녁. 계절이나 시간에 쓰이는 강조의 따 예문으로 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이혼 변호사에 나오는 예문을 볼까요? 池律师喜欢大白天的自斟自饮呐。最近白天喝，为什么爱上班时间喝呢？下班时间喝不是更好吗？下班得开车呀。 自斟自饮。 같이 마시는 사람 없이 혼자 술을 마시는 겁니다. 池 변호사는 대낮에 혼자 술 마시기를 좋아하시나 봐요. 요즘은 낮에 먹고 있습니다. 왜 근무 시간에 마시기를 좋아하십니까? 퇴근 후에 마시면 더 좋지 않나요? 퇴근하면 운전을 해야 되니까요. 池律师喜欢大白天的自斟自饮啊。最近白天喝。为什么要上班时间喝酒呢？下班时间喝不是更好？下班得开车啊。池律师喜欢大白天的自斟自饮啊。最近白天喝。为什么要上班时间喝酒呢？下班时间喝不是更好？下班得开车啊。池律师喜欢大白天的自斟自饮啊。最近白天喝。为什么要上班时间喝酒呢？下班时间喝不是更好？下班得开车啊。池律师喜欢大白天的自斟自饮啊。最近白天喝。为什么要上班时间喝酒呢？下班时间喝不是更好？下班得开车啊。池律师喜欢大白天的自斟自饮啊。最近白天喝。为什么要上班时间喝酒呢？下班时间喝不是更好？下班得开车啊。池律师喜欢大白天的自斟自饮啊。最近白天喝。为什么要上班时间喝酒呢？下班时间喝不是更好？下班得开车啊。池律师喜欢大白天的自斟自饮啊。最近白天喝。为什么要上班时间喝酒呢？下班时间喝不是更好？下班得开车啊。大半夜的，你吓死我们了！한밤중에너우리를깜짝놀라게했다。不好意思，죄송합니다。让大家受惊了，모두를놀라게해드렸어요。我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정말아무일도없어요。머리가깨졌는데요? 아무 일도 없다는 거죠. 我的青春谁做主?에 나오는 문장이었습니다. 大半夜的，你吓死我们了。对，不好意思，让大家受惊了。我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大半夜的，你吓死我们了。对，不好意思，让大家受惊了。我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大半夜的，你吓死我们了。对，不好意思，让大家受惊了。我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大半夜的，你吓死我们了。不好意思，让大家受惊了。我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大半夜的，你吓死我们了。对，不好意思，让大家受惊了。我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大半夜的，你吓死我们了。对，不好意思，让大家受惊了。我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大半夜的，你吓死我们了。对，不好意思，让大家受惊了。我真的什么事都没有。男人帮에나오는문장인데요하여간여자는예뻐야한다라고얘기하는중입니다你想想啊，你每天一大早醒来，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张你特别不喜欢的脸，什么心情？생각해봐라매일아침일찍깨어났을때보게되는첫번째물건이바로네가굉장히싫어하는얼굴이라고한다면어떤심정이겠냐你想想啊你每天一大早醒来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张你特别不喜欢的脸什么心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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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啊
你每天一大早醒来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张你特别不喜欢的脸，什么心情？你想想啊，你每天一大早醒来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张你特别不喜欢的脸，什么心情？你想想啊，你每天一大早醒来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张你特别不喜欢的脸，什么心情？가정방문을온선생님한테좀친절하게대해라라고옆에서친구가충고해주는그런장면입니다라오난하이에나오는문장인데요人老师容易吗人家줄여서쓴거고요동격입니다선생님은쉬우셨겠냐大热天的你说来家访你说는사비꾼입니다너한번생각해봐라이런뜻이되겠고요이렇게더운날씨에가정방문을오다니是不是안그러냐现在这么好的老师认真负责哪儿找요즘이렇게좋은선생님을이렇게열심히하고책임감있는그런선생님을哪儿找去哪儿找이런뜻이죠어디가서찾겠냐那老师容易吗大热天的你说来家访是不是现在这么好的老师认真负责哪儿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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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